我们现在找当地的理发店。好啦，因为刚刚我们交涉完之后，就是设计师在忙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另外一家试试看。设计师叫 Barber。Barber， yes， Barber， 怎么拼？B O 什么 B？ 掉漆了，太烂了。总之就是 barber。Barber， yes。好，那我们去前面再找，我们再找一间好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再看看。因为我们发现后面有一家，好像还不错，但是我的 partner 说他们都在吃饭吃便当，所以技术好吗？那我再走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讲真的还是有点害怕。不用怕啦。那你先去剪，你先去剪。不行，你是男生女生不同。OK。好 ，OK， go。现在 X 决定要剪他的头发。一定要啊，头发长要命。100块，一手。What style？ Do you recommend？ What style？Semi-moho. Okay. Oh, 好紧，我思考一下。好啦，剪完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技术还不错，而且我妈看到她应该很开心，因为我的刘海把它染上去了。那接下来是我怕呢，换她剪，心情怎么样？换她很紧张。我是觉得还不错，真的。好啦，这是我们两个的结果。结果。对啊。对啊，终于把刘海剪掉了，好爽。哎，我们忘记跟他说我们来自哪里。你不是有跟他讲台湾吗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讲？再回去。真假的？没有没有，下次好了。